啊，念佛的道场不能不讲经，为什么？现实的社会，这在整个世界，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迷信。 啊，宗教对社会没有真正的贡献，所以宗教可以不要了。啊，确实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年年下降啊，一年比一年少啊。 啊，这是我今年六月的访问梵蒂冈。啊，他们的大主教告诉我的。啊，他们也很忧虑，像这样下去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宗教还能不能存在？ 这个地球上有问题了啊！我们交流的时候，我就提出建议，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到教学啊，经典不是念的，经典是要详细讲解，认真学习。 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，把经典里面的规的规矩啊借条变成我们生活行为，真正做到啊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那么宗教对于社会教育就起了很大的贡献。 啊，今天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：全世界的教育学校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没有教伦理的，没有这个课程，没有道德的课程，没有因果的课程。啊，而且这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，能拯救这个社会。 能拯救地球啊！但是现在其实教育上没有。那宗教教育呢？要把这个缺陷呢，给它弥补起来。啊，我们从经典里面选择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这些教训啊，把它讲清楚、讲透彻。我们从自己本身做起。 从教会做起，啊，来影响社会，对社会就造成很大的贡献，啊，那么我们相信，信仰宗教的人呢，就会越来越多，啊，这我给他们的建议，啊，我们要认真这样做。